圣慈，圣灵您为你施洗，哈利路亚。求主让你灵魂体得着洁净，与主合而为一，经历到什么叫做天人合一，经历到什么叫做基督和奥秘，基督和教会的合而为一。求主帮助你所思所想啊，不再随波逐流，也不再被世界玷污，让你的心首先被割礼被洁净，让你靠主能够知道自己胜不过的，只要打开圣经，神的话语会帮助你战胜一切，耶稣基督连死亡都能胜过，还有什么你需要战胜的耶稣基督不能帮你胜过呢？求主让你靠主刚强壮胆。如此祷告祝福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